下面我们学习侧踹腿。侧踹腿呢分低侧踹、中侧踹、高侧踹三种，它可以攻击对方的三层次部位。低可以踹对方的大腿，有点向下踩的力量；中可以踹对方的胸腹部位；高可以踹对方的胸和面、下颚部位。下面我给大家做一次，它是侧对的地方，啊，侧对的地方。下面叫这个同学给大家做一次侧踹腿的练习，做低和中，三，这是中侧踹腿，这是高侧踹，踹对方的头部，这是低，踹对方的腿，踹对方的腹，变换方向，力达脚底外侧。停，这个同学的侧踹腿呢成弧线推法了。侧踹腿是什么呢？是直线进攻推法，腿拿出以后是直线向前，脚呢是直线向前，他这个腿呢走出弧线来了，弧线地点显然是错误的了。再做一次，这是正确的。哎，身体成一条线。好，停，踹出去，停，腿踹出去和身体成一条直线。如果他的臀部弯曲，身体成这个姿势，这是错误，腿不会踹得太长，也不会踹得太高，从这个角度这是错误。要求收臀，宽放出，宽充分向前放出，力达脚底的外侧。停，这个同学的踹的动作是错误的。小哥，我他脚起来以后是脚背卷子接触这个，卷子接触这个方法很容易将这个脚踝扭伤，很容易将这个脚踝扭伤。应该是什么呀？应该是力达脚底外侧，这是正确的。下面再看他踹一个正确的动作，停，下面做侧踹踹击杀人，踹击的部位低、中、高三部位。好，开始。这是攻击对方的中盘，攻击对方的上盘、下盘，踹后腿，中盘。下面做踹腿的攻防练习，先做低腿，用臀部、臀突部练习。好，踹，走，好，下面让这两个同学练一下。停，踹中盘，防守一样，踹中盘，踹准了，停，踹头部。踹头部的练习的时候要注意躲闪，腿要从他的头攻击对方的下颚和面部，对方潜伏，好，互相要配合协调。开始，
下面我们学习撅腿。撅腿是搓脚当中的一个独特的腿法，也是个常用腿法。它是从后面攻击对方，能给对方一个突然袭击，出其不意地攻击对方。一般的情况下，攻击对方的裆部。发后腿呢，就是向后倒步以后，用腰向前俯身的力量，将腿向后撅出。向后撅出，大小腿在一定的弯度情况下要硬，不要小腿弯曲很大，踢出的腿很软，这样熟练的踢出的腿呢，迅速的起来以后，迅速的落地，落地的时候脚掌要啃在地面上，要啃在地面上。这个腿法在使用当中呢，可以配合转直脚，转过来以后再攻击对方。转过来以后再攻击对方。下面叫这个同学给大家做一次。停，他没有充分的把这个倒步和臀部发力结合在一起，而且起腿呢有点外八字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停，他这个呢就是小腿向上甩，小腿向上甩，这个膝关节要硬，这个膝关节要硬，微弯就可以了。所以他刚才做这个动作叫后弹腿了，大家看一下正确动作。发后腿一定要有个倒步，就向后倒退的意思，十三步对前，然后转体，这脚右脚落在左脚的位置上，然后左脚擦地面向后撩出，力呢力打脚后跟。下面用发后腿踢脚把，停，他这个呢，一是没有倒步，而且是勾脚尖儿，勾脚尖儿，勾脚。他力打啥？力打脚掌，而且踢力不够准确，没有踢到把，把在这儿，他已经踢这里了，啊。再来一次。这个动作还是有点绷脚尖儿，勾脚尖儿，膝关节不硬了，膝关节要硬。好，这次好一点。好，停，注意看一下正确的发后腿动作啊。好，下面做撅直脚的练习。撅直脚略同于发后腿，也是发后腿的一种，但是它是低腿，踢力高度呢不过它的裆部，他是用脚串步，然后身体有一个强力的步伐力，粗腿像弹簧一样哐当哐当出现两个声音，这位正确，大家注意看一下。
转体摆腿，你要转身摆。什么叫转身摆呢？就是身体转动以后，腿从扇子面向前摆出，落在你的体侧。摆腿的方法，全指腰带，腰转动带动大腿，带动大腿甩动脚踝向前提出，由后向前提出转动。下面这同学给大家做一次。他做的是左右腿，左一腿右一腿，好，停。他这个腿呢没有做出扇子面，他是向后撩，或者是摆撩，摆的面积很小。这个摆腿要求摆腿的扇子面越来越大越好，而且是绷脚尖，这可做立点打脚尖，也可以做立点打脚跟。再做一次，做转身摆腿的时候一定要脚尖往里扣。如果你做后腿的摆腿，注意看前脚怎样落地，前脚向右前方，然后呢转动，转动时候呢脚跟提起，以脚掌为轴甩动过来。如果你发前腿的摆腿，前脚不动，后脚向左脚的前方内扣落地，以前脚掌为轴脚跟提起旋转。转动的时候脚跟提起旋转，以它为轴进行旋转。你看一下腰的动作，反方向上步以后身体成一个反麻花劲儿，转下面这两个同学做一下转身摆腿踢板的练习。走，他这种踢法是错误的，他转过来是成正常的外摆腿，不是力打脚跟，不是腰转，不是腰转的力量啊，不是脚的外侧接触打面，要求脚跟或者是脚掌进行打面。好，这是正确的踢法，踢的要准确，发腿要有力。下面做腾空外摆腿，腾空外摆腿呢就是略同于外摆腿，只是起跳两腿都离开地面，腿在空中横摆，横摆。好，听，下面做左腾空外摆腿，走。下面做
一条腿不落地，由低到高两种踹腿。第一腿可以踹得轻，可以不踹中对方；第二腿要踹得长、踹得远、踹得有力，要争取踹中对方。这是两条，一条腿不落地，两腿。这个要求难度比较大，一个是身体平衡保持的要好，你如果脚下不垫步，就踹不中对方；脚下垫步，踹中对方的可能性大，而且呢还能踹得有力，啊，还能踹得有力。所以呢，下面就看一下这个同学怎样做，由低到高的踹腿。好，第二步要垫，哎，踹腿出第二步要垫出去。这个腿的缺点就是力量较小，啊，但是容易踹中对方，使对方不容易进攻，因为他腿老在悬在空中。好，停。这个同学刚才最后做的一次动作就是没有做垫步，或者说是垫步的不够及时，腿踹出以后脚不落地，马上踹第二腿，还够不着对方，就出现失掉重心的踹腿。好，你再来一次。哎，这是正确的踹腿。下面做由低到高踹击方法的练习，要求前腿轻，后腿重，中间有垫步，两腿配合要协调，是踹第二腿的时候底下要串步，身体要是和步伐有一个衔接关系，是吧？这是踹中对方与踹不中对方的关键之处。下面做连续踹腿踹击三人练习。哎，第二腿要有力，哎，高低要分清，垫步，哎，做好垫步，哎，停。刚才这个同学呢就做第一次踹腿以后距离已经够了，但是第二次踹腿他不做垫步了，要养成垫步习惯。在散打当中可以用，但是在调整距离时候呢一定要求做好垫步。好，再来一次，要做好垫步。好的，对，低高近远，哎，第一近第二远。好，停。下面做踹腿不落地连续两次的互相攻防练习。距离要近，第二腿要发力，thank you.
们开始学习连环腿法。连环腿法我们先做左低右高的鞭腿，它是一腿低腿为虚，也可以为轻。低鞭腿以后的高腿攻击对方的面部和胸部，要求速度要快，力量要大。下面让这个同学给大家做一次。连环腿法的毛病就是第一的腿没有为第二腿服务，头一腿起来重心已经失掉，第二腿呢所以迫使他起不来。如果第一腿起得很轻松，落得很稳，正适合起后边腿，他失掉重心以后，他是强把这腿硬拿起来踢出去，也没有力量，也没有速度，也没有准确性，出现这种现象，出现这种现象，是吧？下面再看这个同学做一次正确的连环推法。低腿要稍低一些，哎，低腿要在大腿外侧。下面做左右高鞭腿的连环推法，动作要求是前轻后重，或者是前重后轻，或者是前虚后实，动作要协调，配合好步伐。好，下面这同学要做一下。第二腿速度要快。下面做左低右高踢把练习。下面做左右高鞭腿的踢板练习。下面做左低右高踢三人练习。好，后脚要重。好，停。下面做左右高鞭腿踢击三人练习。两腿连环要快，间接的时间越短越好。好，停。下面做左低右高鞭腿的互相攻防练习。好，开始。
于连环腿法练习，前腿正踹，后腿侧踹，前腿踹完以后脚落地，脚尖稍外展，没踹后腿做好扶，这样的便于后腿发力，在踹的时候脚在地面有一个拧动动作。前面这个同学做一下，两腿配合要协调，哎，前腿落地要稳，后腿踹的要狠。行，这个同学的连环腿法呢，两条腿联合连环的不够协调，因为头一腿踹出以后重心已经失掉，硬要踹后腿使自己重心不平衡，抬腿自己要倒了，就像前言所说的抬腿丢半拉家，不只是你这个平衡掌握的不好，踹出的腿也不会有力量，准确性也不好。下面这同学再给大家做一次正确的连环腿法，好，正踹和侧踹的连环腿法不同于两个鞭腿和两个侧踹和两个正踹，它需要一个脚型变换的问题。如果你正踹踹出去以后脚型落地不正确，你后边的腿很难踹出。如果脚正踹踹出去以后脚尖向前落在地面，脚尖向前落在地面，这你踹后腿的时候就很难发出力，因为你这个踹腿的时候转动动得太大，没法转动。要求什么呀？要求正踹踹踹出去以后脚外展落地，踹后腿的时候脚跟向前拧动，踹出去以后外展落地，啊，外展落地，外展落地，然后转动，踹腿时转动。大家来注意看一下，正踹落地，脚稍外展，而踹后腿而扶，踹后腿要有转动。下面做正踹和侧踹的连环腿法踹击方法练习。要求两腿动作要协调，前腿动作稍轻，后腿动作要重。下面用正踹和侧踹踹击杀人，踹击的部位呢，胸腹部位和面部部位。哎，两腿要配合好。哎，死杀人他不会动，所以呢，前脚落地要向后一点，所以后边的正踹调整好距离。下面做正踹结侧踹的组合练习，两个人互相攻防练习。好，两人攻防练习主要调整好距离和抓住出击的时机。身上，哎，调整好距离，防守队员调整好距离，好，下面做踹腿不落地，下面做
左右高连腿的连环腿法，动作要求是前倾后重，或者是前重后倾，或者是前虚后实，动作要协调配合好步伐。好，下面这动作要做一下，第二腿速度要快，好，停。他后耳这次的连环腿，相应的就是头一腿踢出去以后重心不够稳，而且第二腿的发力呢有点坐胯，腿没有全部踢出去，而且踝关节过于放松，出现向前甩的动作，出现不协调啊，发力点不够准确，踢的力度不够，速度不够，出现这种现象。下面这个同学再做一些不是特别正确的动作，我们大家给他纠正一下，大家也看一下他错在什么地方。好，停。这两个鞭腿呢就是都坐胯踢，重心向后，力不整，距离攻击的不够远。下面这同学再做两次正确的连环腿法。下面做左右高鞭腿的踢板练习。下面做左右高鞭腿踢击杀人练习。两腿连环要快，间接的时间越短越好。好，停。下面做左右高鞭腿的攻防练习，高度要高，第二腿要有力。配合步伐进行。下面做用鞭腿踢打沙袋。要求左右腿一腿的连踢，多种的踢腿方法。下面做
右腿鞭腿，左腿正踹的组合练习，这是一种鞭腿和踹腿的组合，也是直线和弧线的掺杂。这种连环腿法呢，在实战当中用处很大，实用价值也很高。我们今天只做两个例子给大家，以后呢，这些东西便于大家自己去发明、去创造。下面看这个同学做一下。右边腿左正踹，两腿配合要默契，这动作呢，就是前腿的鞭腿踢完以后落在左脚的左侧，使身体拧成一个麻花劲，不便于发后腿的踹腿，阻止了后腿的进攻。后动作就在这儿，不管他腿踢得再好，速度再快，再有力量，也很难踢中对方啊。这个动作在组合腿法当中是一大忌，就是你的步伐没有配合好，促使你的两个踹腿踹不出动作来。好，下面这同学再做一次正确的动作，大家看一下，好，下面做后腿鞭腿前腿正踹的组合练习，两个腿都要求快速有力，前面的腿要求落地要快啊，就是后边的鞭腿落地要快，正踹要突然，要凶猛。下面做右边腿左正踹的连环腿法，攻击杀人。下面做右边腿左正踹的互相攻防练习，两个人配合要协调，要抓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和时机抢攻对方。好，开始。正踹要充分把髋关节放出去，踹得越长越好。下面做左低鞭腿右高侧踹，这个组合练习，前腿落地要快，后腿要突然，要高，要远，后腿踹的要远，要有力。好，听。这个同学就属于两腿配合不默契，前腿呢很着急落地，没有完成小鞭腿的动作，马上就发后边的踹腿，是吧？这就促使了，也就影响了你后边的腿的进攻，马上踹这条腿可以吗？动作也不协调。下面做鞭踹连环腿法的踹法练习，下面做左低鞭腿右侧踹，攻击头部的连环腿法，互相攻防练习，开始。依次，动作要协调。